共享经历之前和我们共享至正能量的话，一切让你肝肠寸断的磨难，未来某一天你都会笑着说起。先说说自己，31岁属牛，2012年 1.2 号成婚，2012年7月份开端备孕，2013年备孕一年无果做造影，2015年备孕两年多无果做宫腹腔镜手术和造影，2016年6月备孕三年多无果做决断做了试管，一次成功龙凤宝宝，仍是得多谢我朋友给我介绍一家试管的医疗中心，要否则龙凤宝宝都不会百分百的中。不孕的旅程太多崎岖，姐妹们都知道，繁琐的都不讲了，就讲要点有用的能帮到我们的几个问题。精子查看，老公其实去做的精子的查看50块钱。只需精子生机查看这个项目，让我最懊悔的是其实没去威望的做个全面具体的查看，以至于把问题复杂化。姐妹们，假如备孕太久的不明原因，必定要带老公去生殖中心，必定是生殖中心查看，由于那里才有最专业的和最具体的查看项目。造影，备孕一年不孕的必定要做造影，看看输卵管有没问题，进程就不讲了，自己觉得不痛说没有问题，一侧小畅，一侧通而细微不畅，不影响怀孕，回家持续备孕。无果宫腹腔镜联合手术，其实这个手术我个人觉得，假如备孕两年以上的不明原因不孕，能够考虑做一下，它能更直观的清楚你的子宫内部的环境，究竟许多问题不是造影和 B 超能观察到的。这个手术个人觉得不辛苦，辛苦的是麻药往后吐的起死回生的感觉，这个手术又证明了我没有大问题，只需细微的子宫内膜异位，手术进程中也把病灶切除了，歇息了3个月，持续备孕。无果试管之路，由于我做了宫腹腔镜手术，所以能够直接做试管查看的许多项目，做宫腹腔镜的十分也查看过了，所以很快就能够进周了。我老公的查看比较复杂，由于他只做过了一次不专业的精子查看，所以做试管之前要做一次专业具体的查看，查看成果出来，精子生机没大问题，精子变形率 99%， 顶体酶不合格，顶体酶是很重要的一种元素，不合格证明精子穿透力不可，没有办法穿透卵子的通灵带和卵子结合，说有必要吃药医治才能做试管，否则精子质量欠好影响成功率，吃药吃了几个月才牵强合格。2015年6月底开端促排，打的是国产针 7.12 号取卵，其实是9个卵泡，取了7个配成4个，都是质量等级最好的，取卵进程只打了止痛针，有点晕的感觉，不疼，放松就好，越严重越影响取卵。 7.14 移植，放了两枚质量最好的胚胎，移植进程不疼，很轻松，移植完躺了10分钟憋不住尿就起来上厕所了，不必忧虑胚胎会掉出来，它在子宫里纹保险妥的。移植后需求每天打黄体酮，我的是针剂不是塞的，诊所的不上门打，所以每天早上我都风雨无阻的自己走路去诊所打针，每次来回需求40分钟，并且我还自己去买菜买生果自己提回家，所以姐妹们移植完不必纠结走路下楼梯影响着床的问题，放松比什么都重要。移植后的第7天晚上，我的确会有着床痛的感觉，像同行几分钟就不痛了，第8天早上用排卵试纸测色彩挺身，晚上用早孕底测双杠，心情没有太激动，由于我知道一切都会是最好的组织，双胎孕进食与活动，整个孕期的饮食都以高蛋白为主，当然生果蔬菜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，每天早上都会吃红枣、核桃、鸡蛋、牛奶、面包或许馒头粗粮，多喝汤，多吃新鲜生果和蔬菜。孕期我喝的最多的是鲫鱼汤，蛋白高简单吸收，孕期的头3个月除了打针，其他当地我都比较少去，恰当的漫步是没有问题的，
三个月经后的七个月之前，我都是在家歇息为主，偶然去逛下街是没问题的，只需不是太久太累。七个月经后，我根本除了产检哪里都不去，在家能躺不坐，能坐不站，究竟是双胎肚子的是一个原因，还有就是怕早产，早产就因小失大了，花钱小事孩子遭罪才疼爱。 7.37+3 剖腹产手术，气得龙凤胎宝宝脾气太来，在试管道路上的姐妹们不要轻言抛弃，一切都是最好的组织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